椰树、沙滩，你是在摆马尔代夫吗？你要是那么理解，也可以吧。不过我寓意可深刻了，红色的火龙果呢，意味着开门红；绿色的猕猴桃呢，意味着一路绿灯。那这个盘子是？盘子是灰色的，灰色的盘子再加上黄色的橘子，那就是走向辉煌。没想到，你还是个小神婆。就是希望你一切顺利嘛。你这么辛苦，我都不舍得吃了。不行，必须得吃，不吃它就不灵了。那我们一起吃。嗯，不许过来，好好下棋，我要去打扫卫生。我自己练棋，是不是特别无聊？不会啊，有瓦里陪着我。叫他什么？正式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的好朋友瓦里。瓦里，这个名字不错。你去下棋吧，我要去打扫房间。我来。怎么了？我知道姚赫为什么突然挑战我了。这一次是反击，他一定有十足的把握。他进步了。上一次我和西河下棋，他一直在观察，一定看出了什么。可就算是一直看着，又能有什么呢？我们这次比赛有这么大的把握赢吗？高手对决吧，一个漏洞，一个瞬间，必败无疑。这一次一定很艰难，前所未有的艰难。